上才开始。OK， 那我们的位置呢？今天哈、哦，有看到火的地方呢，都是吸烟区哈。不过呢，可能你没有办法避免闻到那个烟。不过呢，让烟熏一熏也没关系，比较身体比较不会容易坏掉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、哦。今天有很多人都带家属、带小朋友来哈、哦，注意小朋友哈、哦。我们因为我们的场地呢，有拉很多的线。也场地也很多啊，因为下雨天呢，有个地方，有些地方我、啊、都陷下去了。好，不在你走动的时候，请小心哦，不要跑，尤其小朋友，啊、小朋友啊，注意一下小朋友。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环境哈、哦。来，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位置就是有灯这个地方，圣诞灯啊，是我们的厕所。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来哈、哦，镂空的空气很好。不过呢，小心着凉啊！天气很冷哈、啊，不要憋太久，要上厕所，随时在节目演出当中随时上厕所哈、哦，免得输精管又阻塞了。因为天气很冷，我怕你们。但在火炉旁边的人呢、啊，抽烟啊，你要抽烟没有关系啊，你要抽烟没有关系哈、哦，你一次抽五根十根都没有问题啊。不过呢，要考虑一下，我们的健保现在越来越贵了哈、啊。OK。那今天的门票可以换三种饮料，啊，三种饮料都是台东非常优秀的食材哈、啊。啊，你如果还没有吃饭的话，有没有吃饭？吃饭了没？哎呀，吃饭了没？还没有哈、啊，没关系，好事情。我们铁花坝这边哈、啊、有卖一些鸡耳朵、出翅膀，非常优秀的啊，有山猪肉都有，山地的养的猪，啊，还有那个各位朋友们先啊。我们今天也有卖市集哈、哦，你如果要进出的话啊，那个票根或者是盖的那个章，你都可以用那个来进出啊。那个票根请保留，票根请保留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室内表演场啊，不过呢，今天是我们歌手的休息的地方啊，这边是舞台哈、哦，这边是舞台，前面还可以，后面如果没有位置的话，前面有我们有铺草席哈、啊，也是非常优秀的。哎，有人没有位置吗？啊，这边都可以坐，前面这边都可以坐。天气很冷，希望你们都做好保暖，啊，都做好保暖。哦，那个，请注意一下你随身的贵重的物品，啊、不要离开身体，啊，不要离开身体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哈、哦，请不要没有事情，请不要过来这边超过这个吧台这个喇叭这一块。啊，请不要走到这边，那边是歌手跟工作人员休息啊工作的地方。这边还有位置。啊，这待会呢，我们节目开始，我们节目开始啊，会一直持续到啊我们倒数的那个时候结束。啊，那就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呀。好了，你们今天可能过得不愉快哈、哦。我们今天过得幸不幸福？幸福吗？还有带男朋友、女朋友都，还有带家庭的哈、哦。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我们在这边倒数，我们迎向未来新的一年。我祝各位新年快乐啊，旅途平安。然后呢，大家就再等一等哈、哦。OK。有空哈、哦，起来身体动一动，免得啊，膝盖都僵掉了啊，有空动一动。好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找头上有戴花环的哈、哦，有戴花环的都是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啊，有问题找他们啊。如果找村长喝酒没有问题，不过你要负责任。OK， 好，请各位再等个。我再等半个小时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呦，这样也有掌声了、哦。好，OK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忘了介绍今天的那个乐团哦。今天首先表演的乐团呢是黑孩子，是我们台东在地的乐团啊，曾经十几年哦都没有离开台东啊，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团员。那下一个乐团呢叫蓝星乐团，也是很多
那乐团呢都是老师啊公教人员的，对，那各位待会可以慢慢的欣赏他们今天的那个演出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啊。还有一件事情OK， 待会演出当中呢，希望有带小朋友的话，请不要让他们在场地后跑来跑去啊，非常的啊，桌子很多啊，怕说跌倒撞到桌子很容易受伤。虽然说我们这边有保那个哈，有投保意外险啊，不过呢，我还是希望说大家注意安全啊，你难得出门啊，不要带着遗憾回去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